林志颖跟防狼兄弟成员 Akira 结婚都已经好一阵子了，但是受伤的男性还真不少。近日有台湾网友在网上表示疑惑，到底志玲姐姐的良品在日本是什么 label， 引发热议。发文的网友表示，有听过防狼兄弟的歌，但不知道他们在日本的地位，像是5566的孙协志吗？还是什么？大家开始纷纷留言讨论，应该是5566的王少伟等级吧。知名度比5566还不红，应该是183 club 啦。还有人毒舌说是老团体，而且不是 C 位，趁林志玲热度而已，没结婚前根本不知道他是谁。尽管大家讨论热烈，说话很酸，但人家良品上辈子就是救了地球，而他现在的身份就是林志玲的老公啊。非凡娱乐这里报道。